你可以透过外交途径亲泽连斯基跟我们四星演讲啊。委员，分两阶段，两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国会有这个意愿，委员表示有这个意愿，我们来做后面阶段，这是当然的。国会决定于你的，你做得到吗？请问你，委员做了决议，我们一定来努力。好，一定要做得到哦，一定要做得到，好不好？来努力，不一定能够做到了，来努力。再一个，就等于啊，恁都讲一定做得到。不不，这样你买人无包生囝啦。好啦，这个很多人听不懂，我怎样人？做人买人拢包生，泡人啊你？啊，这个都太消极了哦。